大家好啊，我是洪醫生，我是一位易經療法師，咁我哋擅長嘅係讀易經嘅，咁我師承北京啦，咁我師承邵家嘅，咁我主力做嘅係易經研究啦。咁其實易經係啲乜嘢嘅學咧？其實易經係古玄學嚟嘅，易經係一種所有術數嘅起源，佢擅長係類似係占卜啊、起卦去睇人類嘅命運嘅起始啊。咁其實易經有一個好大個強項嘅地方，其實易經係唔需要去問人攞出身同埋時辰八字嘅，咁易經可以推算嘅方式去睇到人嘅變化、人嘅命運啊、人嘅嗰個情況啊。咁所以變相而家我為咗宣傳易經咧，我就特登出咗一本易經嘅一個工具書，俾大家去掌握易經呢種工具嘅。咁從而大家可以喺本書度可以做啲乜嘢咧？如果大家去學識咗一個易經嘅基本知識之後，大家可以幫自己去占卦，去睇翻自己嘅運氣啦，問嘅事情成敗啦，問嘅事情嘅好壞啦，嗰樣嘢可唔可以做得到啦？對你有冇益啦？甚至乎話呢本書嘅工具，問你姻緣好唔好啦？甚至乎可以睇到你呢間適唔適合你啦，同埋有冇你所需要嘅嘢。所以其實我哋易經其實係中國一啲好古舊嘅玄學，所以大家其實可能大家對易經唔太了解，亦都唔知易經可以做到咩嘢嘅範疇。其實易經可以做到嘅範疇會比大家想象更多。其實有中國都有句説話咁樣講嘅，易經係唯一可以改變人類命運同埋控制人類命運嘅改變。咁即係話我哋人類存在喺我哋而家嘅情況上邊，我哋係歷史，易經係時空嘅術數，所以易經係可以改變時空嘅一啲因素，從而改變咗你命運根源，甚至。本身你覺得自己一個好冇運氣嘅人或者好差嘅人，經過易經嘅慢慢去改造咗你個運氣走勢之後，你會慢慢會偏上行翻上軌道，人生會比較正面，同埋你會各方面都會喺行翻起身，咁你個情況就會比較強啦。所以大家要睇清楚易經正式嘅用途，同埋大家要揾清楚易經正式可以買嘅書。雖然第一本係工具書，理論會比較少啲，但係其實咁樣係會幫到大家喺日常應用上邊嘅，唔同嗰啲可能理論書好多理論，但係大家其實睇來睇去睇唔明，所以我呢本書出嚟係俾大家先去了解啲易經呢個技術，最後我哋先會再喺其他教材上邊令大家明白更加多易經嘅知識。唔該曬。